啊？你家人啊？哎，你不用跟你妈讲。你看，我就知道，年纪没跟你，知道吗？太吃太快了。你好笑，我想尽回他跟妈妈讲。早上哦，5点多。因为爸爸说要跟妈妈讲，真的。爸说。你什么时候要跟妈妈讲？不想吃。你妈要带着翅膀在吗？上面干这些。你们等一下，你很多吗？你要不？